别装过什么人信我，帅帅哥你不爱我了，我爆炸了。哼，我只是看一下，我们要是住第一码头，我只是你帮我联系一下港湾的酒店，就是他们的一个学习氛围。我们想要找性价比高一点的，因为我们要住两个晚上，就是最好价格不要太贵。我不喜欢年龄特别小的。这反正这家上面都满房，最关键的是他这个酒店，就是他们上面没有电。哎，有，找到了。姑姑别做梦。我不喜欢小鸭子，我不喜欢年龄太小的男的。我没有啊。我觉得不成熟。我不喜欢小鲜肉。大舅哥已经到杭州了。嗯。没想到他还真的起得来。你好，喂，你好，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沿海岩石民宿是都满房了吗？没有啊。可是网上为什么显示都满房了呀？您是在哪个平台看的呢？美团啊。我们是携程。哦，在携程上面看啊。对。哦，我看一下，你们那有套房四个人住的吗？四个人住的话，只有双床房，没有套房。只有双床房，就是，就是一间500，那个。对，对。哦，好行，我看一下，我去看一下，嗯，好。好的。谢谢。那就没必要去了，那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住单间了，去那住。一个人250多，一间房。也没了呀，沿海里面也没了呀，写城里面找了也没呀。有，我没点进去，你看我这边显示有。订是可以订，但是它是两人入住，它是就是双，只有双床房。曾厝垵跟沙坡尾是吗？他说这边房子很贵。对，那个房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没必要去了。就是我们四个人，难道住一个房间吗？住一个床吗？那就没必要了。那人均价格也是200多，我们都可以开单间了，都可以在这边开单间了。挤挤的话，我们是要直播，我们跑那么远去那个地方住了之后，大家挤在一起，人均价格也是250多块钱，我们为什么不一人开一个单间呢？对不对？我们最要的就是性价比啊！我们就是说，我们400多，我们住的话，一个人100多块钱，我们可以做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我们是这样想的。那他这个价格，我们都可以不退我们那个酒店，我们那个酒店也才200多块钱一个人，280几好像，我看了一下的，我们今天退的那个房间是两百。要不问一下豆浆，如果280多一个人。要不问一下豆浆他们？不用，别问了，自己在这边找。跟我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不是有好几家那个吗？对，我们四个人，王牌节目找房，主要是我们拖了个行李箱，太难找了。嗯，那直接去不嫌弃20平挤一挤，一分不收。别说了，真的。还有好姑娘跟大林。哎，等一下，他怎么显示不能退房？我过去看一下。哎，大舅哥来了 ，Hello。哇，谢谢白毛哥哥送我的小画家，白毛哥哥你真好，但是我好黑呀。好，500遍，经典的500遍300。谢谢毛哥，毛哥大气，记得帮我们找小号，把火箭要回来。昨天忘了说了，6折主播，对，我们没有找一个小时的房。让我纳到五遍，我去跟那个说一声，你在这。谢谢大舅哥的，你也是500遍300，一样的。小画家，谢谢大舅哥。毛大舅哥不在厦门了，他已经到杭州了。为什么
为什么姑姑的直播间瘦脸这么多？大舅哥不在这边。所以我觉得他脸本来就小，他不需要开那么大的瘦脸。有可能是墨泽上的。欢迎三号发的我不吃鱼。外面直接有啊，外面有那么多家，我们直接去现场看，为什么在网上看啊？这边全都是民宿，他都在这边上，我们刚过来那一条路上全都是。我看鱼吧，我等一下看，我现在在直播，没有时间。你看一下房间写的是20平左右，我们四个人住20平吗？我们现在就在这边，我们自己去实体店看吧。现在先不在网上看了，网上都是被炒上去的。喂，你好。对对对，对我去不了了。OK， 行，谢谢。暂时没有了，谢谢。好的，好的，行，谢谢。走啊，莹莹，走啊。小姐，我想上个洗手间。走啊，走。我想上个洗手间先。先走。走去哪了？直接出去啊，出去找房间，然后到这边上嘛。你在这里怎么上？哎，先别打电话呀。喂，喂，你们，哎，你包不要了吗？你们，你们不来曾厝垵这边吗？吃喝住都在这边啊，然后明天就可以不用饭了，在这边直接住2天呀。你现在已经到曾厝垵了吗？我们换酒店这边就是挨得很近呀，这边全都是民宿，我们一家一家的去看，然后我现在拖着行李箱，我就一家一家去看啊。他这边的行，他这边别墅都是挨在一起的，我们只是觉得这一家的环境不是很好。那冰箱怎么搞啊？我先拉着，我再找啊。可以啊，你们先往这里面来嘛。好吧，嗯，去看多了，拿着好麻烦啊。一样的，我不也是吗？我背了两个包，手里还拿着一个包，一个箱子呀，还有直播间啊，谁不是呢？这个环境，看这个环境是怎么样啊？太小了，房间太小了，我就是觉得房间太小了。OK。姑姑不理你，你先走了。哎，小迷弟，你不要说我不理你。我现在，我刚刚一下子是接人家美团的电话，又是接好姑娘电话，我还要在网上找房间，我还要理你。你不能理解一下吗？莹莹，等一下。哦，这一家算了，这一家不太好。来，小心小心。好，谢谢。我们刚刚看的那一家不好吗？不好。就那一家，就我们在门口的，在等他的那一家。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呀。哎妈的，老子妈刚刚拍的视频没有发出去，然后没有了，就在那里。就刚刚从这个上，我知道啊，就说看一下，咱们过去看一下吧。理解理解，理解理解。我没有回到了弹幕，理解一下。这边全都是民宿，就是看他们的广告打的怎么样了，靠不靠前什么的，真的全是民宿。你的马后脑。去你朋友那里，你朋友在哪里啊？在曾厝垵这边吗？我们今天就住曾厝垵这边了。有户外女主播直开给我，好，谢谢。就在这里，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一家。你看，有这里有一家，哎，伊人呢？伊人呢？伊人呢？各自。是说可以各自住各自的，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是找同一家住在一块儿，然后有个照应，还有就是价格会划算一点，我们可以多住几天。伊人呢？我的天哪，他在干什么？他人呢？你在路上爬吗？你好，我想看一下你们的房间环境，可以吗？你们有没有那个四个人住的？什么？你有没有四个人住的？四个人。有没有大一点的房间啊？嗯，都定出去了，大一点的，只剩下一个二楼大堆装的。现在只有小的了吗？没有那种很大的那种吗？住进去了。啊？客人住进去了。都已经租出去了，就大的都租出去了。只剩下二楼一个带堆装的了。哦，好，行，谢谢。妈的，三个虾大人也没回消息。我在网上找三个虾大人看看。三个虾。三个下大人的环境还真的挺不错的。嗯，他这里的大房间租出去了，只有小房间了。喂喂，你好，你们还有没有大的房间呀？对，我们一共有四位，我们也可以分两个房间住。再走第四遍。嗯，我给你那个我给你们的那个客服微信发消息，你们怎么没有回呀？打电话也没接。不是，微信我以前在你们家住过，二号院。我看一下，就是二号院的曲奇，我给这个号打电话也没接，发消息也没回。没关系，你们店现在就是说有没有大房间？就是那个环境大一点的，环境好看一点的，因为我之前在你们家住，感觉环境还可以。对。啊？啊。
我自己看吧，我自己看吧。其实我电话这个人好像没有没有，他这家店房间都很小，只有小房间，大房间都租出去了。对对，也已经租出去了。就是以为是独栋，那他其实是独栋里面的小单间是吧？对。集美海景应该都是这样。集美海景是不是那种？他有大一点的呀。他有大一点的。一间三百多呀。啊？一间三百多吗？一间两三百。对啊，我刚刚还看了一家蛮好的，但是那一家就是有点太大了。哦，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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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那个，就是太贵了。多少钱啊？500多，但是是一张床，然后两个人住的那种，我就觉得没必要了。那我们还不如一人住个单间。两张床都没有吗？没有双床吗？那我们四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面直播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房间？对呀、啊，我给你看的那个，我就说我们可以分开住。它有海，就是有那个什么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刚刚我打电话这个人好像在打麻将还是什么的，说话就是那个。你看我找的这个地方，就是你发群里面的这个吗？他可以在楼下直播，又不一定要在房间直播。你有没有看我发的那个？我看了的。那个挺好的，就在楼下播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在房间播呢？嗯、我们晚上回来也很晚了。房间也播不了。我是看的什么，大林，你知道我看的是什么吗？我看的是500块钱、400块钱两个人，那平均下来一个人200多。为什么我们不一人一个单间呢？我们住的那个酒店也是200多一个人啊。这个均价是就是啊，200多。对呀、啊，这个均价就是200多一个人啊。你这什么双床房还是大床房？你不管双床房大床房，这均价是200多一个人啊。如果200多一个人的话，我们完全都可以自己一个人住一间了。你说对不对？你看，三百多两人住，你只能谢谢，你顶多只能住这个。谢谢大舅哥山水厨房，谢谢。你顶多只能住这个，你看呀。谢谢大舅哥的山水。你顶多只能住这个，你要住这个，人均就200多，就你们两个人，我们得开两间，都800多。我们四个人是800多，这个是我们四个人就1000多，那我们为什么不一人开一间呢？哦、你说是哪一个呢？是这个吗？还是刚刚、那个、这个是你发群里面的呀？我们这个就是你发群里面的这个呀，他那个300多400的一个标间也还可以。他这都是两人入住的。对啊，可以两个人住一个房间啊。对啊，大床房也可以两个人住啊。对啊，为什么不能住啊？我的意思是，这两个人的这个房间是400多，你们平均下来是200多块钱一个人，那我们为什么不200多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呢？价格都已经到这了，对不对？那你很难找呀，那种200多的，然后又环境很好的，两百多一个人的特别多。那你找环境还好，那你要对呀，特别多。我现在就是说，为了性价比，大家住一块儿，然后尽量找性价比高一点的，200多块钱一个人，那为什么我们不自己住自己的呢？我自己住自己有200多，什么样的房间找不到啊？你说对不对？那我就一个人住300-400的，可不可以嘛？那你一个人住300-400可以啊？可以啊。那你就住300-400的呀。那也有一个200多的呀，你可以住200多那个房间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人，我们住一个房间，我们是按照性价比，平均一个人100多。合适的嘛。还有，我们就算我们不退房，今天我们不退房，我们住的那家酒店也是280多块钱一天，我们住的是单人单间，那么大，对不对？没事，我们再找一找，看看有。如果不是考虑到性价比的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退房呢？我们还不如就在之前的那个房间那里住。找一找吧，找不到他们说这附近的酒店都差不多，大差不差。要不就是，你们找你们，我自己找自己了。那你现在要找多久在这附近？哎呀，我们就找一个差不多的就好啦，然后大家都觉得可以接受，然后大家都在一起方便一点的呀，没有必要啊。我来找，我去那个爱彼迎上面那个专门弄民宿的那个地方找找，那上面房还挺好的。那昨天我们一起，昨天那个。
峨眉说我们明天四个人，我们大家住一块儿，然后四个人找一个差不多500-600块，平均下来一个人才100多块钱。我想哎挺划算，所以都是我在找四个人可以住一块儿，然后环境又好，然后性价比又高的，找找对不对？但是就像你说完全很难找环境好的，那但就是就像你说的完全不考虑性价比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找自己的单人单间呢？我自己找单人单间没事，均价200多块钱，单人单间到处都是，对不对？再说这边这边很难找到200多很好的那种，他们说这边环境都差不多。先找一个。他有钱他不花，他要给未来老公买帕拉梅拉。嗯，也不笑过来了。PK 谁赢了听谁的。PK 吧，谁赢了听谁的。这边都是自建房改的，对，都差不多。像啥呀？你以为我是白毛啊？要不就是你找你跟峨眉住了，我找我跟茵茵住了就可以了。有必要吗？这样大家都在一起，干嘛非要分开？因为就是要。四个人都要在一起，因为我考虑的价格就是我们均价是一人在100多块钱，就300左右，就是300左右，我是觉得人均100多块钱，我觉得出来玩就是要舒服一点，多花100-200又没关系。那如果多花100-200，我就可以我自己一个住单间了，同样的价格，我为什么要挤在一起住呢？你说对不对？我觉得也还好啦，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也没有关系啊。对啊，你就先找个幻想中下住。小床都睡了，两个人睡一个大床也没多少啊。就我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如果说我们两个人住一套房子的话，我们就找一个300左右的差不多了。PK 选房吧，谁赢了听谁的。百级主播不赚钱，86级主播也不赚钱。你要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呀，你不能当大冤种啊，是不是？大冤种，我们找个合适的就行了，差不多的啊，找个自己喜欢的，价钱也合适的，哪怕贵个100，我真的也无所谓的啊，反正我们是自己出来玩嘛，舒服点就好了。因为我要，因为我租的话，我不是今天租了我就要退房，我明天就走，我明天还要接着再住晚上，我住2个晚上的。吴婷，我帮你出200，你去住海景行不行？但是那个不是在市区吗？是在比较那个繁华的地方吧？这样子摔一跤，谁赢了听谁的。我说 PK 吧。我今天起来在群里面发了好几套，是不是？然后后来你们说，但是那个我看了，他那个是就也是对你，然后一天是吧？对，我不是找了一套500多块钱的四人住的吗？我找了一套500多块钱，然后四人住了，然后100多平的，那个、可以吗？我不是艾特你了吗？那个又不在这曾厝垵这边，那个在双子塔那里啊。你说的那个是哪个地方呀？集美，我都集美是在哪个区？我发了好几套房发到群里面了，你们都没有人回我。然后你跟我说，你跟我说要那个什么别墅的那个，你说别墅那个还可以，那别墅那个就是我们刚刚去看的那个。独栋，就是大家对呀、啊，没有别人。你说的那个，对你说的那个别墅那个，我们刚刚去看了，就是隔断的。是在哪个地方啊？都走过。在旁边集美大学，你们倒是出钱呀、啊！你们倒是出钱啊！我今天我起得好早，我1点多就起来了。来，美女，不要堵在我们家门口、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集美区是集美大学那边吗？还有2个小时天都黑了。就是我们想找家里，但是我就是想。这有一个2室1厅1卫的65平到88平，四人入住，2室1厅1卫，去不去？我看一下这个地方在哪里。距离我们140米，很近。那就去这里吧。大舅哥，火速来下。他跑了。哎，他早就跑了。不行，200多米，我先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好吧？我觉得他就是在讨我们。65。我先给这个店打个电话确定一下。打车40，我那边都。这个80多平，四个人的。杜江过来给我们报销了，啥视频？你好，欢迎致电厦门前厅秘书。晚上不行，先过去看看。为提供最优质服务，
我买一个性价比比较好的刀，比较容易解决问题。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四人间还在吗？就是那个60多平到80多平的那一套。就两房一厅投影套房那个。哦，两房一厅今天有在。还空着在是吧？对。我现在过来看一下，可以吗？好，我现在先直接过来看一下。嗯。走吧，走吧，走吧。对啊，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住的那个房间嘛。早上背着冰箱。在哪里啊？200多米。哎，我前面看了一套房。白毛，你知道他今天怎么跑的吗？他扛着飞机跑的。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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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毛，你就不能给小书记报销一下吗？他因为那个酒店房间太贵了，跟我们吵了半天，不愿意去住贵的。你就不能给他报销一下吗？停停停停，不是不愿意去住贵的，而是我觉得4-500块钱去住双人床，他就是我都可以单人单间了，我为什么还要跟你们住在一起去挤一个房间？住在一起不好吗？你就是不想跟我们住在一起？毛病，就是相当于我他妈同样的价格可以住一人一间的，为什么要去住这种两人间？肯定没有，肯定没有那个房间好呀。不可能，200多的不可能，跟400多的能一样吗？能一样。我跟你说，一样的东西在傻逼面前他卖400多，你就说我傻逼呗。在冤种面前他就卖400多，冤种呗。好了，这样吧，来，同样的东西你俩打一架，同样的东西你俩打一架，我跟你说的。同样的东西在傻逼面前就能多卖200块。我要杀化石人的，我要打他，妈了个巴子，打死我傻逼，我不要跟他对齐。走了走了。不是，这一码事归一码事，你说房间是不是今天都是我在找，对不对？那房间都是我在找，我找的话那肯定就是冲着性价比来的。我要找四个人住在一起了，那我找四个人，我们住在我们原来的那么好的酒店，我们那么好的酒店一个人是280多块钱，就是为了就是说四个人住在一起性价比可以便宜点。我们四个人住一块，哪怕找一个600的，我们也比我们住单间要便宜，对不对？那既然他要找一个两个人花400多块钱的，他给我发了一个房间就两个人400多，那平均下也是一人200多，那我为什么要退房啊？我住前面那个酒店不好吗？我前面那个酒店200多块钱我住的不爽吗？一个人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大的床，我还有独立的自己一个人直播的空间，我可以自己在房间里面 PK，不好吗？对不对？可以先去你的那个地方看看。往右，谁也没有错。如果你看了这个地方再不好，那就听我的。我听你个屁！你给我出钱，我听你的。我出钱。哎，这里有个三个瞎大人，看到没？我出钱，他听我的，那我才是真正的大冤种。无情大冤种，我又不是大冤种。大大出事了，你报销。我之前好像是在这个三个下大人这里住的。我们就求同存异，把大家的想法综合一下就完事了呀。就如果说花一样的价钱，那我就觉得就没必要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了呀。那为什么要住在一个房间呢？那既然说大家住一起，那肯定就冲着性价比来的嘛，对不对？对，这不是鼓浪屿，这里是曾厝垵。这个小姐姐房号，她叫大林，你搜一下。左。完了，莹莹不见了。莹莹走丢了。厦门闲庭，在哪里呀？这是个房，这个地方像酒房。三个女人一台，四个女人都。我觉得我还是依依。
哎，是这里吗？这能有房吗？这有房吗？这什么地方？我跟着走路的那个，啊，就这里。谁叫你拐？截屏了。这太可怕了吧，这条路。这什么地方？这晚上连个路灯都没有，我丢。太可怕了，没事，我们自己走。你让他们找个人过来，让我们潇洒也行。嗯？哎？这是在哪呀？这是后门吗？我不知道啊。我上去看一下。这是正门吗？这边是在装修啊。你们那个四人间可以看一下吗？四人间的。对。可以。你还没定环境呢？我还没定，我想看一下环境先。好，几个人住的？四个人啊。四个人啊。对。我们想要一个蛮大的、大一点的房间。我们有一个两房一厅的，可以吗？两房一厅的可以啊。对。那他们人呢？你们站在那里干嘛呀？你们在看吗？你们不看啊？是不是这里吗？你们不看吗？是不是这里吗？你说呢？不是这里，我站在这站半天。我们也没看到你站在这儿。这门口啊，这是没装修好吗？这个没有，是二楼有些环境他补漆补一下，那个不影响。其实里面的环境还可以。这个是。现在是两房一厅，客厅在这边。哇，这是客厅。对，两个房间。然后这是两个房间，两个卫生间。哇，这房间还可以，挺大。房间是很大。这个多少钱呀？这个430。就是里面信号有点不好。没有啊，你还没有连。就这里面信号有点不好，这里面是客厅，然后还有一个大房间。然后那边还有两个房间，然后两个卫生间。这里面信号有点不好。不是，你要连 WiFi， 没有连 WiFi 会差一些。这人家补的，刚补的那个。哦，没有，那个是刚补漆的。哦。那个小朋友手弄手印在那边。我操，没信号。没信号，你们呢？不是，不要乱。里面信号不太好。没信号，连。这里面这是那个电信的信号不太好。没信号。还有 WiFi 呀？你觉得这个房间可以吧？这多少钱啊？400啊，400多。这几个房间？两个房间。两个房间，一个客厅，两个卫生间。就门关了，就一整套都你们的了。看一下。这个400多，平均下来一人100左右。100多一点点。是二楼的呀？有没有二楼的房间啊？没有四人间，可以让我看一下吗？我看一下你们的房间，只要价格可以的话，我们四个都可以在这住，就看你怎么给我们安排。房子吗？有啊。进去50的网，还有零的网。里面的信号是有点不好。太差了。因为它这个。再找一找吧，不然。在里面。我们把行李箱放着，然后我们再找一找。我觉得这个比那边的要大很多，环境什么的要好很多。是两张床。哪里？我看一下。二楼看一下，上面看一下吧。下面，因为下面你看，它是在那个角落，下面都是那个。直播方便，因为你要切 WiFi 的话，它一下断一下断的。如果是要搞 WiFi， 还蛮麻烦。真的麻烦。我感觉信号还是有点卡。100多。这是两床呀，算了。哦，这个不太行。那没有。你们这个单独的一间房是多少钱啊？像这样的一间房。180。像这样的，大林，像这样的一间房是180。那不回来然后再播呀？然后回来之后就不会再出去了呀。
五点了呀。哎，我觉得这里还可以。你要在房间里面住的话，你要在房间里面住的话，肯定就行李一放，然后回来睡觉的时候再那个呀，回来睡觉的时候在房间里面再住啊。那如果要找单间的话，连在一起，那中间的还多得很呀。嗯。你们要不要往这边走了呀？单间，他这里单间180。那边也有单间呐，差不多价钱呀，那还20平左右。那你们找吧，我不找了。连 WiFi 也是会卡的，这里是外面，这里是露天的地方，是不卡，一进房子马上就卡。你手机卡吗？卡，在下面卡，找一个洞，我都不卡。我们会有一点点卡顿。连的 WiFi 是不会卡，我们这里30几个房间，总共是3条那个宽带。你们要再换的话，你们就自己找吧，我不找了。累了，我找一找。我们在这坐一会儿吗？可以啊，没事。好，我们在这坐一会儿。白马不在，他不在。我直播都不卡。我觉得前面那几个都甚至没有这个好。我觉得啊。化石人，化石人是不是要刷礼物啊？化石人，化石人，谁的礼物最多？谁是化石人？姑姑找的三个下大人，那谁的下大人？你有个，小邓要过来一趟，这里也需要消防。多少钱的？那去看一下吧。那个贵一点是多少钱？大概600吧。我们上去瞄一下。看一下，卡不卡上面？其实你连的话，我们这里总共是3条那个。看一下三楼。这个房间的面积比我们前面找的那些房间的面积都要大多了。我们前面去看了一下那个房间，再来看这边，这环境这明显的面积大一些。我们家房间的话，比其他大部分的人来讲，我们房间都是大。以后我再要去外面做旅游，我就一个人去，女人真他妈麻烦，尤其是这么多女人。我觉得这里挺好的呀，我就感觉挺好的。没有其他客人上去，门关了就你们这边独立的。哦，这边都是可以的。680，680。你能再便宜一点吗？给我们小妹啊，点说良心话，这个房间你再给我们网红的，我这个价格。这个房间你再给我们少一点点吗？这个多少？好不好？680。上房一厅的房间你看一下，独立还有个独立那个大露台。我们我独立大露台在哪？上面大露台也都是我们的，没有其他人上去的，只有你们可以上。我们就要这个房间了，你给我们少一点好吗？夏大人，我以前在夏大人住了，我上次来这边都是在夏大人住的。他说上面是有一个露台，就是这个露台能干嘛？跟我们说一下。不是这个露台大可不必，主要是。这个、露台有没有有什么区别呢？啊，这个露台。老板，这个露台大可不必。400吧。这个露台我们在这干啥呀？他说没有人上来，真的怪不得没有人上来。谁来了？你告诉我这来了能干什么？这送的啦，送的露台挺不错的啦，好吗？人家送的露台还带绿植。那是不是叫露台挺装修？师傅这样吧，现在已经五点了，已经晚上了，也不会有。我们住两个晚上。是淡季，你们这也没有人，老板。所以就是因为淡季，我才给你这个价格，老板。我们住两个晚上，直播的好不好？我们给你打个广告，然后住两个晚上。这样子好吧？那不可能的，这个小妹，你400更便宜点吧？没有。啊，我们四个都是主播，然后会给你带来很多流量的。你凭良心讲，三房一厅的。都不怕三个，这个露台可以给你摔跤，这个露台可以装修，我们过了一半了，也没有什么人过来住。别把你给我们弄材料，我们在这帮你装修露台。不，这是房东弄的。
这杭州路。先下去，先下去，先下去。慢一点，慢一点，好。老板，我们住两个晚上，如果住的话，我们就直接在这住两个晚上，可以吗？你看，姐妹，我看你也很面上这个，啊，你看，如果两晚就是1300，好不好？哎呀，太贵了。哎，老板，没办法，真的。老板，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装修是叙利亚风格吗？叙利亚，对吧？是吧？贵了。大理才到，没见过。那可能阿富汗风格。走吧，那我们再看一看。好。450吧，老板。各退一步，哎呀，交个朋友。你不可能给我差这么多呢。不是交个朋友，我们住两个晚上。不是，小妹，我们今天住，我们后天。如果一个房间180的话，还送客厅，我都三个房间的这个。这客厅我们又不干嘛。没有那回事了，你这个。哎，就当交个朋友，好吧。老板。所以就说你如果是两晚，我们就1300，我们不讲价，说实在。不是1300，你也没给我便宜啊。1360，给你便宜60块钱，你一个人。你1300都没怎么给我便宜。奶茶了，小妹。如果我们不住的话，就是你这个空在这里一晚上都也白空了，这个东西跟这个没有关系。卫生间在露台。PK 谁输了谁输多了露台。对对对对，我们觉得这个如果这个价格的话，我们可以去外面住，就是住两对住酒店两个人一间了。那你可以选择，好吧？那走吧走吧走吧。那行。是老板，走吧走吧走。我觉得我们能够，我们四个都开直播，可以给你这里就相当于免费广告效益。然后我能够我能够接受价格，就是说1000块钱两个晚上。如果老板你觉得可以的话就。不行的话，那我们就真的走了。不好意思。好吧，好吧，那行吧。我说的1000块钱，我说1000，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也有成本在。老板，住两个晚上，你的成本不高哦，因为我们不需要你提供很多的什么洗漱啊，帮我们去整理啊，去打扫啊，都不需要。我们是连住两个晚上，对不对？我平台我们是卖800多的，我就说是你。但是问题是，你要空在这里的话，等于是一分钱都不赚，做生意对吧？没办法就那样子算了。那好吧。那行吧，有点遗憾，兄弟们。那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吧。我们去三个虾大人吧，我之前在三个虾大人那边，就是180，大概是180，然后两个人，这的话也才400多块钱。大哥说，啊，知道了以后我们在买房，我们在买房，有没有看一下，来个什么绝活？这个店叫闲庭美术，对对对，主要是这门口这边在装修，这边这个门口在装修，然后它外面环境就里面环境可以，在外面那个环境不太好。啥四星起步啊？还想住四星酒店啊？今天福星一星都没过，还住四星酒店？老板，你要可以的话，我让我的这个姐妹给你跳个舞，这个姐妹给你劈个叉，那个姐妹给你唱个歌，我给你讲个相声。老板，你觉得如何？我也是刚刚好，就今天跟明天可以住2天，后面几天都已经被定了。对呀，你说这刚刚好，你知道为什么刚刚好？因为这就是缘分。你知道为什么正好我们今天找了前面几家都没有很满意，然后最后来到你这家吗？也许就是缘分让我们来到这里。所以说实在话，1000块钱两个晚上，老板现在立马转账。没办法，真没办法，这个。哎，其实你是有办法，只是你不愿意为我们送货。这样吧，晚上给你带宵夜。这样吧，等一会儿我们去外面，我们等一下去。直播的口才都上，老板，等会儿我们比基尼去沙滩上玩，我们带上你一起。啊，我没空去。哎，你老板这样子实在是。这样吧，我让我直播间的网友们帮我讲话，好吧？老板，我不好意思，我在。老板，来，感受一下。那不上镜，来，你跟他们互动，来，让我的网友们给你讲个讲。说实在话。来，我照着那边，我照着那边，我没照你脸，来，照那边，你看我照那边，来，过来，老板，你看，你搁这帮我直播一下。哎，我可以来你这当前台耶，老板。老板，前台的话可以免费住啊。当前台免费住啊？对就是，我免费当前台，我不免费住。你来当前台。你这样子，我们
就是我们四个前台在这儿，我就给你免费当前台，贵的，这个是贵的，2000多，1000吗？是，我跟你讲，你们男的会满意，如果不满意，我就再便宜给你都没有用，对吧，你们？你满意，我们价格也很实在，没有去给你乱开价格，知道吧？这么多人。不是乱开价格，我觉得可以的话，因为那个下面是因为信号实在是不太行，所以说我们没有零 WiFi 不会不行。我们这三条宽带，你看一条是1000，一条是300，一条是2条300的，你说这个。闲庭野树，到底谁是老板？老板，到底谁是老板？这个家是老板。你们挣钱比我们容易啊，小妹。哪里容易了？哇，老板，播了一天，真的。如果我挣钱容易，我在前面我就直接住了别人的房子了，我就不会。我前面看了三四个房子了，然后走到这里面来的。我跟你讲实在话，因为外面这个是公共区域，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政府在弄。我知道。我对我们自己这里面的环境也好，环境。我是说你里面环境。我就说外面的环境确实对对对对，这个是政府在弄，我们没办法呀。1000块钱吧，啊？我找了一个设计感超强的房源。发我看一下。但是，唯一不好的是不在这里。哦，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吧？老板，你觉得如何吗？觉得如何？主要是现在已经下午5点钟，别人入住可能是这样子，可能一两点都入住了，我们现在这个点才入住过来，这跟没有关系。我知道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但我觉得吧，都到这个点了，我估计你这个房子今天晚上空是百大概率是空着了。我们要不说话，大概率是绝对空着的。我就赌，我这两晚卖一晚，我差不多也能卖到1000块钱的价格。卖不到。对啊，你这样子，我等于还空了一天的这个。卖不到1000块钱，你觉得怎么样啊？可以吗？哎。四个房间，上完一天等于是四个房间。三房一厅怎么能算四个房间呢？房东给我算也是算四个房间。现在呢？快点决定吧。我觉得1000块钱，这样吧，额外给你66块钱的红包。哇。怎么样？你看这个。卖了算了吧，老板真的只能到这一步了。我也是，小妹也是在南，我们是过来打工的。我们要不是过来打工的，我们要不是过来打工的，我跟你说，我要带着老公来，我就不会跟你讲价了。我跟你讲好不好？嗯。那也不，我也不说1200什么了，1300的这个，算1100给我，好不好？两晚的1100，一天人才100。两个晚上1100呀？对对对。就相当于66块钱的红包，多加了34块。34块钱。对呀，你们一人还不够一杯奶茶的钱。好，晚上有空我请你喝茶吧。我们不喝奶茶，哥哥。行，1100，你请我们喝奶茶4杯。不是，老板请我喝奶茶4杯，我请你喝茶，我泡茶你喝。只请我喝茶呀？大家都可以喝。哦，只是喝茶而已，三品罐吗？700什么样的茶呀？我来。你看这个。大红袍。整套房源，这是在哪呀？它应该就是那种家里的房，在旁边三四公里。哦，这个我今天早上看到了的。看到了吗？我今天刷到这个房了，我后来放弃了，原因是因为它光线太暗，它这个是氛围感，在这种光线下真的很丑。这种房我之前住过，它的氛围感很好，但是适合跟男朋友一起去住，但是不适合直播，因为直播的话光线很暗，它是那种灰暗的光线。我今天上午看到了这间房的。你这个1000多还行，反正我今天看到了这个。好，那1100行吧，那老板，泡茶吧，要不？可以啊，没事。那个一，上行李，老板，这四个行李箱帮我搬上去了。哎，等会儿，坐上面那个1100块钱，两个晚上。总比大林那个400多去两个人的那个什么20多平的那个房间好。但是那个肯定比这个环境好呀。那个反环境绝对没有这个好，你去看了之后你会知道，原来网上图片都是骗人的。姑姑，你先别急，你等一下，我再看一下。你们要看的话，你们就走，我真的不想走了，我真的不想去了。我觉得这家，就我看好了，确定了就确定了。说那个太贵。大林，你那个是两个人住，400多，两个人住的。那个
你先去看一下环境，你再回来跟我说，因为网上看的环境，我在那个，我今天发在群里面的那房间环境不也挺好看的吗？去看的实体环境是什么样子？先看一下嘛，不别急，都五点了，也不差这一会儿，我们先看一下，没有合适的我们再去转嘛，别急。我觉得这个房间已经是挺好的了。今天必须要选个花絮。我跟你说，大林选的那个房间400多块钱两个人住，然后如果说我跟依依我们要住的话，我们是2间400多，也就是说一晚上是800多，接近900块钱，两个晚上就是接近2000块钱。那我何必去那边住呢？那我为什么不自己一个人单独住一间呢？他那个是400多块钱两个人的，就400多块钱是一个大床房，然后两人入住的，我们四个人又不可能住进去，对不对？那我跟英英再开一间，一晚上800多。然后像这个的话，我们要是分成那个像这个三人房，四个人一起住，就算一晚上是500多块钱，是吧？一晚上550块钱，但我们是四个人分这个钱啊，四个人平分嘛，对不对？对吧？我们是真的在做节目，我是真的在做节目。哎，我都已经在前台这里看上了，我觉得这个房间真的还行。首先，大林，这个房间四个房间。我想问一下你跟娥妹，你们去住那个房间，你们俩都在房间里面一起开播，还是说娥妹在卫生间播，你在那个住的房间播，又没有客厅？对呀、啊，你都那如果说我们都是要去外面，那为什么还要在乎房间里面直播的环境呢？对呀、啊，那最开始那个小舞不也可以吗？那你们要在房间啥的？因为我要在房间里面播的呀。晚上我们就回来播一会儿呀、啊。播一会儿，但我要在房间播的呀。对呀、啊。这边的客厅是不是可以播一个人？我是不是可以在客厅播？三个房间是不是各一人一个房？你们到底在纠结什么呀？环境，你问他。论环境，这个房间比我们前面看的任何一个房间都好。我没有去看前面的房间。论价格，这个也比前面的每一个都便宜，要划算。1100块钱两个晚上，四个人分这个钱。你们到底在纠结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房间已经可以了。至少是我们目前看过的最好的。他们已经说了2天晚上1间1夜。妹妹，你还在纠结什么？我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再你再找合适的，你也不可能找到，就是说，不一定是非要最便宜的，你知道吧？这不是便宜，我是觉得这个环境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再找找这个有没有还好一点、啊、你还要再找再好一点的环境吗？不要再找了，我现在想去沙滩上面看夕阳的，这个时候我不想坐在这里再找房间了，这个时间点5点多快6点了，我想去看夕阳了，我真的好急。就这吧，就这吧。你在这笑什么呀？就这吧。一句话不说就在这拍拍拍什么拍？你没长嘴吗？没有看前面几个。不会发表意见吗？他没意见。对，我没有意见，老板。好，那就确定了，行李拿一个，我帮你搬行李。可不可以？同不同意？平均一个人138块钱，而且是独立的房间，三个房间，我跟英英睡一个房，你们两个是单独单间，可以吧？定吧。我今天从一早我起来的时候我就在看房间了，我看的房间比你们现在看的房间都多。我们这不是为了找一个合适的吗？我就是因为我发现我看了一天，这个房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定吧，没什么好说的。喂。啊。这个环境真不差。上面那个环境真的可以。算了，我来说句公道话吧，好吧。我觉得吧，没有。我觉得吧，其实吧，住哪里都一样的，对吧？找到了就算了，就住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可以了。
那直接让老板搬搬吧。搬吧。行。走吧，直接让老板搬吧。走吧，上去吧。老板，你帮我们把行李全都搬上去吧。那你试一下看一下，能试吗？我换两个。有一点点小，我们无心了，无心啊。好。热土。我们现在在曾厝垵。应该还没加。反正都已经上线了，没什么好说的。确定是吧？嗯。那就四个行李，我们搬上去吧。好，行。夕阳已经快落下来了。啊，现在正好去沙滩蛮好。你可以住了之后，你再去你看的那个房间，你再去看一下环境，你再去决定一下。嗯。你这里是翻新还是新装修还是干嘛？我们就是一些房间旧了，给它换新一下。然后我们也才装修两年了。你觉得18平到20平？别说了，已经定好了，不用看了呀。我这个现在他们全在说我，全在骂我。我现在就让你现在心里舒服一点，你去看一下这个房间。看，它就这么小一点。没必要纠结了，这都定了，住就住了，反正就住两个晚上啊。对呀、啊。没啥好争的。老板能不能拿得动啊？我们是拿不动的哦。你们也别带节奏了。四个人在一块肯定会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呀。正常。我们等会儿去沙滩那边去逛逛。哎呀。阿刚，带他看一下房间。在哪间？那个，哎，进来，这两个。你看一下有什么房间，带他看一下。你们别带节奏了。来，鼓掌，别再溜了。主要是我觉得这里可以独立，你知道吗？这里可以有一个人直播，他们可以在房间播。这里也可以在房间播，这里也可以在房间播，这三个房间都差不多的。然后还有一个在客厅播，四个人正好有独立的空间。欢迎杰森。让他俩住一间。姑姑，你跟大力晚上住一间吧。可以啊。我跟依依自己住。你俩晚上节目继续。出来了，我们是想的啥？出来了，找一个自己喜欢、舒服。然后可是现在问题是5:30了，对，我从1点钟就在看。你不要这么着急的态度，对不对？你缺点耐心，再出来玩，你不要那么搞得那么紧张嘛。那大家就各抒己见的，人多本来就是这样麻烦嘛，那是不是？找个大家都觉得舒服合适一点的地方。但问题是一整天了，今天是不是就那今天这一天是不是就废了？我是想着晚上8点钟我就回到酒店里面播的。
那所以我昨天都跟你们说了，我说晚上回到酒店播的。这么重的行李拖着到处找房间，太累了。谁都没有错，谢谢谢谢谢谢，就是累了，不想再折腾了，你知道吧？既然不想再折腾了，这个房间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我今天看了所有，就是我前面看了别的地方的环境，这个房间是目前看过最好的一个。然后你还要再找比这个更好的，你还要想着找一个更好一点的，我就觉得就没必要了，知道吗？为什么？就像哇，这就是一个，这是因为它外面的环境不好，其实里面的环境可以的呀，民宿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意思就只是说找一个大家都舒服，大家都喜欢，觉得拍照也好看，住的也舒服，各个方面都比较好的，就没有必要争论，你知道吧？出来玩本来就为了开心的，根本没有必要。就那个时候我在那跟老板谈价，大家心平气和的说就好了。谈价，我的意思是我们，对呀、啊，我当时正在找房子，我意思是我们进去周边看一看。那我刚刚在找到这间房的时候，你们都在外面都不想走不想动了，现在来到这儿找到了一个，然后你们现在又想又愿意动了，又有力气动了。我们从在那个还没过来找你们的时候，我们刚下车在再分村。我能说一下我的思维的理解吗？我的思维理解就是我前面找了那间房子，你们都不想走了也不想动了，觉得拎着行李箱太累了，但是现在我找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满意，我觉得还可以并且性价比很高的，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又有动力又有精神又有时间又想去又想再去看一下其他的房间了，你说对不对？那在我的观点里面就是这样认为的呀。那现在这个时候你们又有精力了，不是说现在有精力了，是你不要太着急，这事情咱们既然大家一块出来，咱们一块商量着把这事情弄完。六点多差不多还有一个多小时天就黑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全都花在找房子上面。那前面我们就是因为没有找好嘛，那大家不是都在找都在解决事情，为了是不是要把事情给解决，咱们给把它解决到最好，大家都满意大家都开心为止，这个环境都看了我们是、啊、但是以为是这样，然后我们都过来了呀，过来之后发现不是，那我们重新再找呗。是呀、啊，你看这个环境多好，这个环境这么好，是挺好的呀。可它不是这个环境，那我们再换嘛。那换，然后再重新找。OK OK， 听他们说，姑姑你口渴吗？口口水。OK， 你说的对。那我现在还又有个问题我来了，就是你说这个房间上面环境这么好，在网上的环境这么好，对不对？然后我去看了，大家都不满意，我们所有人都不满意。我的意思是你不要着急，嗯、小白马先生，我话还没说完。那么现在大林又发了一个房间，他总觉得这个房间会更好，就是大林发的这个房间。你们都觉得这个房间就更好，我都跟老板说他谈价了，我没有跟他吵，我们都已经价格都已经谈好了，然后你还在找别的房间，在起争执，就是为什么在起争执，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建议就是，如果说现在有精力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现在再去外面看一下周边的房子，你可以再去看一下，你觉得别的房间怎么样，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们现在 我们都来了，就说刚刚是为什么，应该太急了。对呀、啊、我当时也说了，我说要 不我们就分开住。我前面是不是说过，我说要不我们就分开住，我分开住，你们两个找一个两个人住的，我们两个人找个两个人住了，我们有我们自己住宿的标准。你们觉得多少钱都无所谓，但是我的价格就是觉得，既然我们两个人住一个房间，那肯定比单人单间要便宜。那就不然的话就没有住两个人住一起的必要，对不对？干一天的活没有搬这四个箱子这么累。嗯，好，谢谢老板，感谢老板。达不到统一就分开住，是呀，我说了的呀，我前面也说了的呀，我要不我们就分开住呀。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房间其实已经是挺好的了。没了，过了，来，我们看看晚上去哪里玩吧。谢谢小曼曼的电话。P 个 K 吧。P 什么 K 呀、啊、？PK 啥呀？今天谁赢了，谁听，就是只听那个人的话，然后不得反驳，好吧？来，多人 PK 组吧。不是我的意见是大家一起，我是说要不我们谁当话事人，我们就不要再说了，我看不下去了，我看不下去了，就你当话事人吗？你刚刚一直没说话。对啊，你全程没说话，你在那开始话。就你当话事人好了，你在那笑什么笑？是吧？现在全程一句话都没说，一句话都不说。他就在那拍一下大力，拍一下我，拍一下何卫，哎，拍一下这个环境，就站在外面拍。行了，今天晚上的行程吃什么、干什么、去哪里，你决定啊、哦，我们啥也不说，就听你的意见。该你上场了，去哪里玩又是个学问，又在朝鲜，妈的，会不会太大气？都怪白毛，都怪白毛。他如果在厦门的话，他带着我们去玩不就好了吗？
我们根本就没有跑去哪里。所以啊，他一早上六点就跑了呀，他对呀、啊，你知道他怎么走的吗？他扛着被走的。所以啊，所以怪他了，白猫真不是人，真不是人。把标题改成白猫不是人的口音。我要改了，改白猫真不是人。你说我们来到厦门他的地盘，他却跑了。真的白吗？不是，他还怪我，他刚才还怪我们没有提前跟他说。他说你都没有跟我，他不知道我们要在这待。对呀、啊，我们昨天都已经说好了，我们来的那天都说我们要在那边玩两天、啊。对，我们来的时候，对吧？我们每个人都说要不要过去给我们做导游啊？他说，他说你要提前跟我说，我们现在是欢迎你过来要多久呀？他这样说，你过来要多久呀？我想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我还担心我晚上要看个片子，我在想要准备用说用电脑播的。嗯，对不起，这个标题只能是白马不是。找选个化身人，要不然去哪都这样。当化身人真的很累的，我好好在直播间互动弹幕不好吗？我收礼物不好吗？求求大哥给我多刷点不好吗？我要看手机，要找吃的，找去哪里玩，我当什么画师？我不当，谁爱当谁当。算了算了，画师还要给大家刷礼物，不当不当，莹莹当吧，莹莹来吧，莹莹来吧。当画师人还要刷礼物，我才不当。你当找住的地方，找吃饭的地方，找去哪里玩，就做这个攻略不累吗？那也挺累的。这样子吧，他们是刷一个火箭，你不用了，你给我们一个人开个钻粉就好了，莹莹。你真聪明，那网上订的那个酒店还没有，我们也会给你上供的呀。我前面那个房间订了，我在网上退了。PK 选房呀？哎，对，我们现在开始 PK 选房吧。前面那个房间400块钱，好差，去看了一下，好差，就是一个小房间，就跟刚刚那个一个小房间里面两人床一样嘛。就很小的房间，他们应该都是拿那种网图，然后过来就是骗过去，都是这样子。旅游区嘛，都是这样子的，景点都是这样子。双花市，走啊，去那个租一辆电动车呀，然后去海边呀，去那个沙滩边上啊。一人138块钱，在这儿住。一晚上138。然后这好像是个厨房，但是好像没有烧火的地方。还没给钱。莹莹选房。PK 选还是怎么选？哎 ，PK 选房吗 ？PK 选呀、啊，那肯定得 PK 选啊。PK 选房吗？这个房间好像大一点点，还有独立的卫生间。流水第一，第二住单间。我靠，这个房间两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哎，是耶，只有一个房间没有，那就这个房间小一点呗。这个房间没有独立卫生间，但它有一个榻榻米，可以坐躺在那里。哎、但是打这一把，但是就打这一把，但是卫生间是两个，我建议就两个人住一间嘛。不是，还有一间房空着，把给直播间住，把直播间放在那里面，然后我们两个人住一间。你有毛病，这个房间没卫生间，洗漱都不行。这两个卫生间，我看来开个私人的 PK。哎，但是这洗漱有点小哎，得一个一个的洗。让姑姑跟大林看一下。PK 选房 ，PK 选房。哦，能不能哦，能不能让姑姑跟大林一张床呀？为什么？可以啊。为什么？可以啊，我跟大林睡。我不要跟你睡，我生气了。除非你哄我。啊！还有我，你亲我。亲你怎么了？他亲我嘴，我又不是第一次亲你嘴。我脏了，我脏了，我脏了，兄弟们，不干净了，不干净了，不干净了。我脏了，我操！我没有想到这个女人今天来，真的。他们没看到。大舅哥说他要他来。拜拜。PK 选房吗？现在？来 PK 选房吧，来，远一点，远一点，你我先去一个房间啊，我去一个房间，把门关上。啊，我那我来这个房间，把门关上。什么事啊？哎，这房间关不上。门都被你敲坏
我来这个房间 PK 选房。干嘛？没关系，厕所不都有吗？哪里上厕所吗？哪里上不行啊？只有两个，只有两个厕所。是这里面啊？没关系，反正谁赢谁先选，住这么定。没有选房子，全是房子。就打这一把，我买的房子多少？一号是多少？就打这一把。九八八就打这一把，真的就打这一把。我们线下到八九楼去。为什么你的客户端不支持多人 PK 呀、啊？就打这一把，就打这一把。我靠，你没更新？咋更新啊？你的手机，你手机没更新，你的斗鱼都没更新。就打这一把。天哪，这 PK 都多人 PK 都开这么久，你多人 PK。等一下，我搞快点，搞快点。先关了。我妹没更新。妈妈还没有更新。我靠！因为他不想结婚，我在这边选的，我选的这个，好，选了你在这里，我来这里。不想结婚，就是想找个女人。你是啊，刚我想住这一房间，年度不大了，对吧？哎，你真可以去看啊！这个房间能看得到这个。这不是一个床吗？把这拿，你有四个枕头哎！滚！你就认谁？滚！我想住这个。就打这一把，年度不大了，就打这一把。我的天哪，都多久？你是多久没播过户外了呀？升级，刚刚不是你升级吗？啊，好久没播过户外了。播户外差点意思直接跟连麦。我要去摇人了，我要去摇大哥。这多人 PK 都已经更新了至少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了，你这个还没有更新呀？还能不能出来呀？至少半年多了。搞快点，搞快点，搞快点！马上，他更新了没有呀？你摇人，需要摇人吗？去打这把，轻度的贵宾、啊，一人一张班卡都能打死他们。快点啊！我操，你 PK 什么？我真是无语了。还要多久呀？你弄好了吗？不知道呀，这个什么样子才算好呀？当前版本7.18，是不是最新的？更新，他更好了，更好了没有？快点，人都没了，他还没马上。重新看一下。哦，对，我要去照一下人头，我还差九个人头，服了。我们人头是应该是7.18，你看你是7.18，看一下我这个。你更新了之后，它会有安装的提示。安装？那你前面刷火箭是不是血亏了？对，血亏了。四个银弹的话就直接退房吧。我真的是我大。立即安装哦，好。你来买人头，我已经安装好了，应该就可以了。果树和断查一下，我是不要的。等一下，先别上，谢谢我老杨。原来前面的那个，快点，房间啊！原来前面的争吵是为了点评。是不是第三个、第四个房间？太不容易了吧？四个带马路。是不是第三跟第四一个房间？好了吗？你们听不听到我说话呀？好了吗？快一点。没电了，你要等一下断了。我操，没电了！我操。你到底在播什么呀？他手机都快没电了，我不提醒他，他都不知道他手机没电了。老哥现在怎样？不行，我电脑来着了。兄弟，有事我也要干嘛？兄弟宝，你快气死，没有人理他。好了，我要去，搞快点。再不快点来，人都没了。第四的睡客厅，第一决定所有。不点了烟，就为了这场 PK。哎，不是第四，对第四的选客厅。谁 PK 赢的才是主人？对，第一名可以拥有优先选择房间，并且当话事人。谢谢这个时候的幸运硬币。我叫你怎么还没开播啊？还没开始，快点！我们好冷。有什么人？我们大家都已经就备好了。你怎么开个播都这么慢啊？别说了。环境，哎呀，这，
方式命之强。好，第一决定所有事。对，你好慢啊，姑姑体谅一点。不能让给别人看出来，我不大声。这个不是选花，是选房，是叫屁选房。突然这两天忽然直接结冰。我刚刚都气哭了，我好小气，你知道吗？我很容易哭的。第一跟我玩跟画师人 CP， 哈哈哈。你容易要点的，画师人现在卖不了。好啊！快点！你到底在干嘛？峨眉不用上了，我也不用上了，反正你直接就峨眉，峨眉直接第四把。直接内定峨眉第四，你直接最后一秒，你太慢了。我怀疑峨眉在拖延时间叫大哥。峨眉直播间人都没了，你把我夕阳都搞没了，我夕阳没了。峨眉之枪放出来，你是真的吗？姐，我的贵宾少了200个，烦死了，我夕阳没了。生命之枪啊！太阳都下山了，夕阳也没了，前面铺大都没了。斗罗大斗，大陆啊，斗罗大陆。就打开始了，兄弟们！扣掉生命枪。冲了，散了，散了，什么呀？冲呀！你可以调呢，兄弟们，我们就打了一把，兄弟们，我们就打了一把，谢谢哥哥的卡，今天选房了，我看到礼物的话，兄弟们，谢谢哥哥，真没打，你可以调了，谢谢凯哥，谢谢过去的大卡。欢迎阿帕提哥哥，兄弟们就打这一把，看到礼物啊，就打这一把，谢谢不屈的兄弟们，我们就打这一把，兄弟们救命啊！谢谢蒙面的小花，我做最后一接币，我们有的小花唱，谢谢蒙面哥的飞机啊，谢谢爷爷的小花，我等这么久，谢谢孙师兄的飞机，感谢老爷的装粉，谢谢爷爷的小花，谢谢我们小花，谢谢蒙面的小花，谢谢。兄弟们，这是个团长，小花家哥，谢谢小花家兄弟们，谢谢龙西粉团长，谢谢小花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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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实现了说，打气打气打气，谢谢阿凡提哥的小花家，就打这一把，就打这一把，怎么不开灯？大屏幕开灯算什么？我们有机会可以吗？怎么开算了，在那个我们找这个手机的话是在这个旁边正中间有一个钻粉就可以开了。我们有没有实现小孩家的你谢谢小丹，完了这班卡我做的好，谢谢小兄弟新的一个钻粉粉丝，在哪里开算谢谢天真的七七，谢谢手机的话是在这里点那个钻石粉丝，然后再看一起装手机装，无论是翻宝石还是金花机，谢谢你，无论翻宝石还是金花机，身体舒服。我们不要，我们谢谢 lucky 二就行了，我们当卡二，感谢我们的张粉，他们在试量，谢谢，谢谢我们，谢谢光老哥的花椒，我们就是一兄弟们，这么多都用开了，一亿变成一亿了，花椒，我们稳住。小花家
我们就差一个超华，
大林要当画师。我们就差一个超模，兄弟们。还有微笑时很美很美，我们能不能再冲一场？求求大家了！最后几秒钟要走一下场，叫一叫，收手的人全老头。要被穿小鞋了吗？好热，好热，那不让大林摔，不过说话都不温柔了。欢迎影子，欢迎暖阳，让一叫。救命！我们再冲一个飞机，我们再冲一个飞机，兄弟们！我们再冲，我们能不能开个大的，兄弟们？上任第一次基本上喝不多的水，那超火！救命！救命！救命！快快快！还有五十秒，大家可以动手，你看还有这个四十多秒，这个画家，我出一个大的，最后三十秒，我出一个大的，谢谢小梅花的平安香啊！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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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我也是，我直播间的学员们一起，谢谢红红，好，谢谢红红，谢谢我们是怪，真的是很生气。画师你好，画师现在哪个房间啊？出来，谁家画？画师你好，画师你好，他的手湿不拉丢的，过下，来来就。求你安排呀，选择，你优先选择。你先选择。王念念，我输了，连我位置都不给我坐，是不是？真是过分。你在客厅住啊？滚！今天画室人请所有人吃饭，没有意见吧？没有意见。画室人，今天我的夕阳没看到。我先选一下。他选房间，他选房间，来，我们看一下画室选哪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还行，两个窗户。就是没有卫生间，这个房间。没有卫生间。对。这个。早教就不用浪费两个小时。不是挑剔。这个还行，也有两个房间，一个卫生间。选一个能看到日出的。这个好。我看一下这两个房间，我选哪一个？你们别坐峨眉的床啊，这个大一点吧。滚！你们真的是欺负人。我选这个吧。嗯，我选这个。好，剩下你们选吧。好，我第二个选是吧？对。嗯。我要卫生间，我晚上要尿尿。嗯，还有小鸟的叫声。我想改变。你那个选了，你还想进来？你在这个房间干什么？好，我也选这个。你可以吗？这是画室人的房间。是我的房间。你的房间我选跟你一起睡呀、啊、我选了就只能我一个人睡，肯定听话使的呀，对不对？我也选这个房间，我跟他一起睡。那可以，第二名其实可以的，要不你们两个再拼一把。我不
起，我选跟你一起睡这个房间。你争夺左边还是右边睡的房间？没有没有啊，你就选这个房间，我也选这个，我选择睡你左边。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我那化石人只能一个人睡，化石人说他想一个人睡，为什么？为什么化石人只能一个人睡？化石人说了算呀，不是说了吗？对呀，你睡这个呀，但是没有说不能，我一个人睡这个，我说了，我一个人选这个，可以吧？嗯，弹幕最多 ，PI 不用说吧？这反正你不用看，我给你选。嗯，在这。这个房间必须的，我刚才也在选这个的。来看这个，还有菜园子，还可以看早上起来看看人家种菜呢。看菜园，这么大的床，你一个睡可惜了，真的。不然化石人那样子收留一下我吧，我晚上给你跳个骚舞，别人都看不到。哎，化石人先给我们赚粉开一下。哎，不行不行，这样超管超管，等下来。先给我们赚粉开一下。哦，对，那个化石人给我们每个人开个赚粉，并且请我们吃晚饭的。不是你们给我开吗？你懂不懂当化石人呐、啊？人家都说我见到我们一开钻粉，你给我刷个火箭。对呀、啊，化石人给我们那个钻粉开一下。你们给我开钻粉，我请你们吃饭。那不，那必不可能。那为什么呀？是对呀、啊，人他那个化石人真的很抠门。人家昨天那个化石人又是开什么送火箭？对呀、啊。然后又请吃饭什么的。对呀、啊，肯定是你们开个钻粉，然后我请你们吃饭。不是，是你刷个火箭，我们。对呀、啊，化石人格局呢？然后你再请我们吃个饭，你知道吧？那人家是大主播，你也是啊，你也是啊，你是啊，你是啊，你想怎么当什么化石人啊？对呀、啊，你想怎么当什么化石人啊？一个都玩不起是吧？啊，这话不是听我的是吗？不是听我的吗？对呀、啊，人家昨天是化石人，都一个人一个火箭，对呀、啊、对呀、啊，你一个钻粉，我选这个，我选这个房间。我选这个房间，是不是画室很好啊？姑姑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房间也挺不错的，但这个房间就是没有卫生间。峨眉睡沙发呀？我不，我拒绝。你好久都没有跟我一起睡了。峨眉睡这也挺好的，你这也挺好的。是个兄弟，把这东西拿下来，让峨眉躺一下。受伤了，我要给你们看我的。我跟你说，我这个拉一下软。对对对对，这个太硬了，你看这么。哦对，还有药费也要结，快。那药费没给我们结。这个药费是这个皮革是化石人。这个不要药费，但是化石人得给我们开钻粉。对，必须给我们开钻粉。开个钻粉可以，你们晚上请我吃饭可以吧？嗯，那不行，你要请我们吃饭。你要请我们开钻粉，你们请。化石人，我们这两天都听你的。你这个化石人，我这个化石人当的一点牌面都没有。一点牌面，一点牌面都没有。我们你要请我吃个饭吗？是不是？你们请我吃饭，我就给你开饭粉。妈，你来晚了。现在没有夕阳了，我们走吧。听我说，你们三个再打一次 PK， 谁输谁请我吃饭。那我会的。为什么我们要输了请他吃饭呀？那赢了请我吃。为什么赢了还要请你吃啊？开钻粉。我跟你说，如果要我当这个化石人，我绝对请你们吃饭，给你们开钻粉。真的，那要是奈何我没赢，现在奈何我没赢，如果我赢了，我肯定给他们开，请你吃饭。今天走。今天让你当。明天我来。那你先选房吧，那我去选吗？可以，你选。那我就选。但是你要请我们吃饭，给我们开标准哦。对呀、啊。我刚才我都没有赢，你说只要我当而已啊。如果嘛，你说如果嘛。如果的话，我肯定给你们，如果我拿第一，我肯定给你们开钻粉，并且请你们吃饭。对，是我的位置。对。那这样子，我让你今天当，你请我们吃饭，我给他们开钻粉。可以。这个房间是我的 ，OK 吗？不行，不能选房间，那选房间。那你这是高分啊！那钻粉还是我开呀，钻粉还是我给你们开呀。打起来！你请吃饭呀，今天真的是啊、哎。这个冰箱还是通电的耶。那你废话吗？哎，走吧，叔叔。赢了，是吧？哎，你们这化石人当的什么骗？这个时候就应该赢我们大家走了呀！什么、啊？要领我们大家去外面看夕阳。你们先说想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啊，这不是化石人来选的吗？我不是化石人，沙滩啊，我怎么选择？他们让我睡沙滩，我真的是无语了。没有，这不是沙发，这不是沙发，这是床。这是沙发，这是个病人，这是单人床。行，这样子吧，这是我的床，这是我的房子。过，你们要路过客厅，一个人给我一个飞机，不然不要走，不然轻易不要过，不然你在这房间里待着，只要路过客厅，只要出来，就来我的房子，就要给我刷一个飞机。你走走走，你可是厅长哎。对啊，我是厅长，你们路过我的厅，你们不跟我上个座，哎，你们从此你
你们从爷的地盘过，你们不给爷留买路钱，能让你过啊？那没办法。不好。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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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天都黑了，快去上，快去上。我想给我屁股上都是烂的，屁股上全青了。真的，这些化石人真的哎。就地要就地解散了。这一季的化石人真不行。真不行。我这个第一次当化石人，多多当代。我要训练量。当代早一点，我跟你说，这样子还当代。快，快点，快点，天要黑了，快跟我出去。厕所不是他们两个卧室里面吗？这样吧，不能收他们钱，万一我上厕所，他们要收我钱怎么办？你们注意一下镜头，我的镜头在这。嗯，好。让我当厅长，我收他们的过路费没有问题吧？让我睡沙发，我收他们的过路费没有问题。沙发能睡吗？又没有枕头，又没有被子。依依宝贝。三个女人一台，是四个女人呢？依依想我了，我要跟依依睡。我得带四个手机，三个手机。你带那么多干嘛？你不是怕丢啊？但是我得看着。我听给你看礼物这么实惠。人生有梦，各自精彩。也可以。哦，我发现更新了之后，这个美颜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对，说的没毛病。我们这个是 PK 打的，不是人家像人家那样选的，直接选的，对不对？人家选的开一个没关系。那我这个 PK 大哥上来，欺负人。Sorry。我不打呼噜啊，听他们我走走。他们欺负人、啊，对呀、啊，开专门就不请吃饭，请吃饭就不开餐。明天跟姑姑说，我请他们吃饭吧。大龄剩对，还是开专门嘛，请吃饭。我觉得我们 A 一下，其实要不了多少钱。但是你没事儿吧？还有个专门，你能拿多少钱吗？对不对？还我那是化石人的钻石，不一样。那是牌面的，那个是牌面。那是化石人的。那是直播间的那个叫什么？日榜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之前选化石人都是他们自己选的，我们是大哥 PK 上分。不，大哥们的选的就是我们的选的。对。心之所向，你知道吗？那大哥是想让我当化石人，不是想让我给你们开钻粉请你吃饭吗？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就是要开钻粉请吃饭。哎呀，这个化石人本来就是这样子呀。我刚刚是出了两个平台吗？所以由此我们是出了两个吗？我怎么不记得？夏天想吃是最正宗吗？不知道。还是冠军呢？冠军呢？你们都没有请我们吃饭。我操！我们冠军就一个超火。我们冠军就一个超火。我之前最开始以为是一个人一万，结果对啊，我们结果五个人一万。你知道吗？我们一个超火，到手的原子也就斗鱼拿1000，公司再扣几百。到手可能是700左右，然后我们给大娇哥开刷了个火箭，我们到手的原子就200，我们为了200拼了4天。对啊，大娇哥给你们刷了个火箭，我们给大娇哥刷了个火箨。但是雨生不是给你们刷了5000吗？那不能混为一谈，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为什么刚刚在 PK 的时候你们都不在，然后 PK 完你就挂在床头？没有，走了。没有现金奖励。哎。晚上打个 PK， 最后一名去顶台去直播，去露台直播。我操，那个拉客露台。别割了。那这个房卡钥匙冻死你！哎，外套要拿一个，对，带个外套。很冷。我感觉大林腿上不冷吗？我要拿个外套。那我今天可能我可能得在外面户外看片子了，因为本来我有一个活的，我有一个活人，人家喊我用那个，我拿一个外套。这个时间突然没了，没事。但是我看了，你就出了一个丘比特，你上了我这个也没有。我们这个门，到时候怎么开的呀？你刚刚钥匙砸几手板？没有拿钥匙，好像。我们是不是要踩的？我们还没给钱呢。冷不冷？看片子，就是我上次拍的一个那个广告，拍了一个美食的一个广告片子，然后现在人家剪出来了，说让我看，让我直播跟大家一起看，然后让我们直播跟大家一起看，然后
然后官方会送我两个超火。我要去买衣服哎，欢迎天衣阑尾来我直播间。可以啊，我这件衣服就是我匍匐前进在身上那个。老板，我们是要先那个。要背个包，先登记一下，还有。OK。我们钱是不是还没转？对。你微信帮我们下个单吗？在这边。直接扫这个是吧？对，扫这个。很严重，没有好。没事，我们俩看完那个什么，去买个衣服。这么多，身份证都有带吗？身份证都要给我登记一下。嗯，我有带。没事，你先下单吧。等一下，然后是。我申请的，您是三室一厅吗？这个。我们您是两晚是吧？对。这个先下一晚，然后剩下的补给我们。好。老板多少钱给你？1100，对，他这个微信上面扫的这个价格是800多一晚上。带你吃，带你带吧，身份证，还有身份证。能不能回来登记啊？我们现在着急啊。很快，我就拍一下就好了，很快的。没有，我们赢了，然后是奖励一个超级火箭，就一个超级火箭的奖励。哎，怎么一下直播间就走了那么多？因为不吵架了，还有两不吵架了。三一电话告诉我。我知道大家喜欢看女人吵架是吧？三一电话告诉我。静下音。嗯，好。1100减去824。墨汁的 IP 也在杭州啊。姑姑。啊。后面的电话。为什么要登这么多人号码？也不是不可以，还要补286是吧？哎，对，你看一下那边是。我怎么补啊？那边是多少？800多。啊？我怎么补？微信号支付宝。嗯，在哪里扫？哪个中？微信号的支付宝。多少来着？286，是吧？你刚才付了多少？刚付了814。814。对，还有286。嗯，老雨还没有邀请我去呢，我还不知道。肖师姐电话，他还没回消息，现在他生病了，现在还没回消息。啊，您电话告诉我。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写电话呀？谢谢。还有一位身份证，就是那个大林的是吧？咦，你身份证呢？对，他说现在要弄。我凭电话告诉我一下。可以了是吧？啊。七月的见面会我知道了。出门了，我们出门了。他刚刚腿感觉有点冷哎，你腿还冷不冷？不冷，还好。怎么啦？怎么啦？1100除以4，一人275。一人275，对。我刚刚那个报的号码。四个人1100，一模一样，是真的。他能有我好看。走了。出门了。我跟你说，你们今天害我今天的夕阳没看到。搞得好像我们看到的一样，真的是。你敢这么跟说话的人说话，你打得过他吗？你看，姨太太了，我好姐妹。好。我的好姐妹，抛开化石人这个身份，我把他胸，给我们开钻粉，我把他胸都捶扁。怎么？
你敢拿我画室人？你问过我妹了吗？我来跟你线下 battle 一下。你画室人连钻粉都没有开，你还替他说话？好姐妹一起睡。但画室人都钻粉，那是他现在一天都会开，那是格局。这个价格是可以的了。然后往这边走，其实这边的，因为这种房子都比较小，它外表都不会很好看，就看里面的环境怎么样了。很多是那种自己建的，对，很多房子里面都环境很小。所以我跟郝姑娘还有一个是英妹妹，还有一个是大林，一天138块钱，对，三室一厅嘛。31平两卫，你看像这样的房间，你看都进去都是那种小的。那今晚可以给我安排一下三室寝室吗？哎，我跟你说，之前我在这里，我就在这上面有一个卖臭豆腐的男的，长得很像，这不是一个秘境什么酒店，长得可帅了。我好像还有他的微信，我问一下。那个、大哥说你的画质看得很难受，你直播间的画质？直播间的画质？啥画质？我画质没问题啊，看得很难受。可以啊，很难受，可以选择来看我，啊、很难受，可以选择来看姑姑。来看我不好吗？按摩哥，一对比就在多谁呀、啊？看我吧，那我跟峨眉，那峨眉能比吗？峨眉跟个蒙牛一样。哪个妹妹去约会去了？这样我给你掰掉，就不管咋。峨眉跟个蒙牛似的。我想吃这个，你们吃吗？回来的时候都有卖的。我这边吗？这边感觉好像。等下回来的时候再买吧。既然有事，晚安。对，我问一下那个卖臭豆腐的那个还在不在厦门？臭我卡吗？臭豆，我有他微信。我移动了他。下豆腐卖厦门臭豆腐臭男人，他长得蛮帅的一个小哥哥，我还骗他来那个，我还骗他来开播，我那个时候。他叫什么？星河哥哥。Hello， 你好，你现在还在厦门不？看一下地图。我们现在是在这儿，我们要去那个沙滩是吧？没有，我们是坐，我不知道啊。我们说的吗？哎呀，刚刚没有加老板的微信哎。对，这边就沙滩呀，外面就沙滩。等一下，我们会不会找不到？这边是大门，这边是很热闹的地方。哇，我们住在最偏偏这里，曾厝垵北出口。没事，我们边走边问路。再找一找吧。边逛嘛，反正是逛嘛。我们要去哪里啊？现在？厦门前厅，这个我一个人看呀，太阳都没了，我们去看什么沙滩呀？只能去吃吃喝喝。对，吃吃喝喝了。沙滩明天吧，那就随便走吧，随便走。明天中午去租一辆电动车。好冷。这边可以租电动车。你是真的？明天晚上我们可以去双子塔那边，去逛那边的。我们骑车去吧，怎么样？我们明天搞骑行，明天。在酒店吃外卖给我刷礼物，你为什么不出去吃？老板，你那个加一下我微信吧，有些问题有些时候我好联系你们，你刚刚都没加。就我一个人卡呀。就是那个136的这个号码。怪不得我们要记得。对。人呢？他现在在某音直播呀，我都没有看到过。欢迎小兄弟，可以骑电瓶啊，这边电瓶车好像是可以租的。现在还卡吗？哎，我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呀？对呀，就我一个人，我又瞎走的，是不是限流了？这边去沙滩要走很远，我们现在不是去沙滩，我们现在去那个小吃街。哎，对了，大林，这边都是小吃，外面那个沙滩的边上都是那种营造那种氛围的那种店。想吃那去店吧，去那种店里面吃是吧？嗯，小吃晚上可以。对，他们都是这种客厅好看，你进去看一下房间就是那种很小的。这边好多都是这样子的。我不卡就好。我上次还买了20块钱3GB 的，浪费钱了都。那就看看直播吧。哎，
这边有旅游的那些东西，你们我们要不要去问一下呀？没有什么船票35块钱啊什么的。哦，鼓浪屿，我觉得没必要去鼓浪屿了。鼓浪屿去过了，鼓浪屿我也去过了，就上面也都是这种吃的，免费品尝都能吃饱。我之前就在这边免费品尝给吃饱了，就免费品尝这些东西，我都直接尝饱了。我知道他们说，我先办入住，等会再来买，是吧？哦，对，我先去办入住。你怎么知道啊？他们跟我说的呀。嗯。利坚，老板在利坚，你说的呀？我们都不是亚军，我们是季军。哎，你们不想买衣服吗？对。看一下。茵茵。这种买这个衣服39块钱任选，39任选。对呀，买一件 T 恤都可以去换一件新的了。直接买个吊带就好了，在沙滩上看。老二被老三换了，沙滩上买个吊带就好。大鱼海棠的土楼在哪里啊？我不知道在哪里。这不是七号板那的裙子吗？对啊，我的裙子还在呢。哦，我的也在，一毛一样。那进去瞄一眼吧，要不？啊。现在买了就直接拿在手里啊。就买一个这种，因为我在沙滩拍照不是挺好看的吗？就很小。然后现在再拍个，穿个小裤裤。可以吗？这个。只是初选一个大大大，回去买吧。哦，这边几点钟关门啊？凌晨一点钟啊？哦，11点钟。我们晚一点再回来买吧。走吧。对对对，我们要先去吃东西，免得拎着。谢谢。自行车回来买。小组姐，我走错了，这里没有通。我不喜欢同感的标题啊。对啊，我的标题是重生之我在户外当化石人。谁？这是我运营改的吗？这是高级房管才能改。高级房管改的。对，你给了谁高级房管？运营啊。哎，我这边有没有高级房管啊？我都不知道我的标题是。哎，哦，我知道在哪里卖电瓶，我知道哪里有电瓶车了，我想起来了，在那上面，我之前在上面住的。我不要，可以试一下。现在不用了，晚点回来。孩子可以送给你。啊？孩子送给我？那我养不起，养不起。养不起，养不起。我们晚一点回来买那个裙子，因为我们现在去吃饭。好的。11点左右关门是吧？对，差不多。好，拜拜。我等你的啊。好，我不来你别关门啊。好的。啊。再打我电话啊。OK， 大林。那个裙子还不错，里面的裙子不错。我跟他说里面的裙子不错，我说了他11人关门，他说我不来他不关门。我说你记好，我不来他不关门。对，我不来的时候我说我来了之后他可别关门了。他说好。你要吃吗？我想吃，但是我觉得拿着有点麻烦。哎，啊，我想吃这个。我们就直接在这吃完了再走吧。啊，坐拿一份，我们4个人吃可以吗？可以。化石人，你买一份，我们4个人吃可以吗？格局买两个啊，两个吃一个。我现在走，我们在这吃完了之后再走。他两个，对，我不想拿手上。哎，这个不是电瓶车15块钱吗？电瓶车15块钱租多久呀？一个小时。哎，这个是不是一窝一货呀？40块钱一天。好，我们明天来。气球啊，那是明天。电瓶车40块钱一天，明天来住。电瓶车15块钱。一个小时40块一天。哎，这个椰宝有吃的吗？有。要长成树。啊？它已经要长成树了。长成树了呀，吃不了吗？里面的。好，出去旅游捡个孩子。它不叫椰宝吗？笑死了。椰宝，我们没有，我们叫椰子蛋啊，就这个呀。这个多少钱一个啊？这个弄小花家。啊？哪种椰蛋吗？这种椰蛋和这个不一样是吧？哎，你们可以来个椰蛋，一个椰蛋。椰蛋里面是什么？是水吗？对，椰汁。椰蛋里面是水。椰冻是吃的。你要吃椰蛋？我们吃椰冻多少钱？现在这是什么呀？都是20。现在这是什么呀？啊？椰蛋里面是水，然后可以吃这个皮的，对吧？对。椰冻呢？椰冻多少钱？一样的。20。25。一样一个吧，一样一个吧。一样一个。那行，那花神你买。啊？
当然认识。老板，这个是谁买的呀？有没有人要？啊？要没有人要？要没有人要？啊？你要送，你要送给我们吗？也可以呀、啊。照顾一下。多少钱？多少钱呀？我可以给你做个宣传。啊。老板多少钱？25。人家说让我们来做个生意，你说送个生意。对对对，你来照顾一下我们生意嘛。啊，照顾一下，可以呀、啊。你送给我们一个，然后我们要水友来给来照顾你生意，我们的水友就过来买。你要让别人照顾我们生意。对呀、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水友，他们会过来照顾你的生意的。老板，我问你啊，你认识国民大舅哥吗？认识。国民大舅哥哦。国民大舅哥不认识。不认识。那你又说认识。25有点贵了。25不贵不贵，我开了18年老店，我十几年。可以买一个送一个吗，老板？小本生意，概不送啊。不送啊。小本生意，啊，有点过分了。在这租一个铺子贵不贵啊？不贵，一年40-50万吧。一年40-50万。在这里租个铺子一年40-50万，好贵啊！怎么会这么贵啊？昨天那个新疆烤肉店才17000。就四个人，你们加了五个。啊？你们加了5个人。什么加了五个？我说我们一起四个人。我说你在线人数多少人？我们。我说每一个算一个。我现在已经27岁了，我在外面从来不要别人送我吃，我都是让人家尽量便宜一点，因为我知道人家做生意不容易。我现在都不蹭吃了，我又不是买不起，对不对？我只是觉得有点贵而已，我又不是没钱买，我只是觉得贵了一点点。你要喝汁的还是几根吸管？两个吧。四根吸管，在这吃好了再走啊。我们要四个吸管。哦。我们四个人喝，先喝一口。可以的。哎，先喝一口，先喝一口。看到了，飙出来了。我喝一口。他不能吹几十万，那我还不能吹个几十万呢。你喝一口都喝没了啊！一口都喝没了。来，我们四个人，一人一个。不是买了两个吗？还有啊，等一下，我们先喝这个。我们四个人一人，我的嘴起泡了，好痛啊！看看他喝的是哪个？那我喝的是黄色。不是还有一个椰冻吗？有。哦，对，椰冻，来我来，椰妹，我妹，我去看一下椰冻。我们吃完了之后再那个，还在一起吗？没有。太抠了，化石抠门。是他，如果我是化石，我肯定给他前面垫一个。你不要说如果。一口。小二姐，你喝不喝？喝。小二姐，你喝不喝？我喝了一口啊。来，茵茵过来。把嘴凑过来，等一下，把嘴凑过来，我要，脸没有啊，都没了，还在那吸烟，你吸的是我的口水啊，真恶心，我好吸了你的口水啊，哇，好恶心，你不会，你不会往里吐口水，你怎么这样的人啊？真的，小姐，你怎么那么恶心啊？这个给你吃吧，有叉子吗？对啊，而且你真的爬开。我们四个人喝，怎么越喝越多？我原来我给你吐了，是不是？四个人喝，我要笑了。这个是不是哥哥说的？我没有骗他们呢。想再喝一个，我想喝这个，我不想吃。再拿一个这个。我想吃这个。直接开吧，不要再开椰子蛋。嗯，直接开。哎，来，我们一起吃，吃好了再走。有没有勺子？都在那里，我给了他四个。嗯，在这。嗯，我们吃好了再走，越喝越多，可还行。别一个说。我没有，我骗他们的。我吃这个，我吃这个。就没有了。嗯，没有吗？本来可以吃四个女孩子的口水。有人买吸管吗？别说话了，真的是。怎么样？但是我想喝果冻哎，我想吃那个果肉。就喝完了再吃果肉是吗？你关注那也很好。拿果肉也对呀、啊。那些够了。啃吗？拿果肉呢？可以，偏爱。都没拍照啊！哎，怎么这么近啊？我会好好照顾他的。那能产多少口水？因为这是冰，这个没看到。
大家说那个鱼肉好吃。这是果肉。茵茵，我嘴疼。茵茵，我嘴巴口腔溃疡了，有点嘴疼。